跟一般的小吃店啊。这是什么？欸，他上去该不会去厕所啊？欸，不是，欸，他厕所是在左边，他上去是什么？哈哈，好，就这样。牛杂包子，牛杂汤，这里也牛杂汤，这里不是应该吃海鲜吗？哎，还蛮鲜的哎。小卷啊，一般在外面点这个小卷都会比较难咬开，可是它很 Q 欸，很 Q 弹有劲儿。加油，谢谢吴玉彪，谢谢你，加油加油。我是怕下雨啊，因为天气预报好像有时候会下一些雷雨。我先吃饭啊，好饿。很早哦，那我一定不行，因为我都睡很晚。我明天是好像是下午开吧，一点两点。怎么近啊？让你们看不到汤头。邮局前面有一间葱油饼。澎湖的邮局只有一间吗？我刚刚有看到一间邮局，欸，可是我没有看到葱油饼。小老板娘，好看。我一定要吃牛肉面那家，大块的。好，就这样。欧令，谢谢你加菜。好，等下去别的地方吃加菜。
但他，但他好像给的有点少，是下面呢？啊，有，刚好。这碗小卷很多，你吃过少的吗？我觉得不够哎，我觉得这样不够。哎，这时间你们应该吃了吧？粉红色，它算，因为小卷它本身就是有点紫色啊，那色素渗到面线里面去。我比较好奇那些没吃过的食材。先吃饱再开好，我现在超没精神，太饿过头了。后面拿火云，哎呦，会不会坏啊？火云学长不是秃一块吗？后面都有头发。他们是用纸碗啊，好不环保啊。这么多阿姨不爱听一下。